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机场的钥匙在机场内不可以过去，这地方好像没去过。大鬼打完老鼠被小怪给秒了。村长还是有他、啊，人比较强，伤害多了不少。我觉得我接下来把体力加上来之后，我就要去再去加米，再冲高一点。更高的伤害，好啦，接下来这边还可以怎么走嘞？这什么？又是新的？哎，它背后背的东西不一样。欢迎谢谢不不不不这到底背什么东西啊，还是好重好好，还在笑。传令的整套，要一个萤火。地方哎、新地方了，我看一下传令者是不是适合我的装备。快要过重了，意外的 OK 哦。还蛮帅的，就是脸太丑。之前是有一座塔，这中间这座塔我还没有上去过吧？还是我上去过了？我应该上去过了。老狼那边，现在的问题是。我还有一个火要去清，方向我却忘了。什么？暗灵入侵？不要啊！为什么要入侵？在哪里？哦，他要过来打我了，怎么办？我是无辜的，不要打我！所以我不用他打，我都要。这边有狂欢树，为什么他要一直追过来啦？很气
汽车哎、欸！怪是一对的吗？为什么怪都不打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打他？早知道就直接跟他打了，我戳他一下好痛啊！他说不定还打不赢我。我还是闯过这边去看一下好了，我忘记现在火到底在哪里看到了。火到底是在哪里？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狂战士的方向。来啦！我怕了你好不好？我怕了你，你别过来，别这样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，我没有得罪你好吗？奇怪，那个火明就是在这个方向，他过来就。灵魂居然不会被他捡走了，这么好！可恶，那个火卡到底在哪？啊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！就在这边啦、啊，搞了半天。芝麻开门。完了，那我现在要往哪走？哪一边才是正确的路？我觉得突然有一种我好高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感觉突然变很修长，因为是高跟鞋吗？哦、他又来了，真是烦呢。
我先休息一下，补个频道。身上带好多灵魂。哇，点这么多蜡烛，好亮！丧尸屎。不会吧，又是他！应该换这个，对付那一只比较好用的是这个。我从上面跳下去踩看看啊，这上面还有一条路。哎，上面有一只哎。打他们就不会有事，好好，那不要打。不管你们冲突，继续前进。我觉得又是沼泽啊。那我怎么下来？我不能回去啊、哦！我不能回去啊、哦！很讨厌，底下那个累积满我就死。哇，还有那一只很夸张强的，我先不要跟他打，我从旁边绕过去。差一点就毒死了。嗯，这栋建筑难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吗？你知道他在宣啊，毒是一定要懂的。啊，在后面藏一大灵魂。可以，好吧。那我去走这边，过去看看好了。
这种开放式的就很麻烦，不太容易探索。他们打不出明智的决定。你先把他什么枣子绕一圈再说。我穿越这道门之后，我又什么情况下我又钻回来了吗？奇怪嘞。哇，他们都醒了，我也不见得要跟他们打了，怎么说？还是正确的，我刚刚可能是从哪个地方滑下去，所以又掉回原本的沼泽，跳不回来那里。这边才是对的。啊，有萤火，太好了。要塞外围。好，走走看啊。走走看，
一只婆虾，它走得快。这后面应该有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啊，方向走错了。对我没有反应了，我就不打。啊，死了死了！龙鳞蟹行驶，其实也还好嘛。我强力魔力武器啊，那技法出来要回去赢货才能用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回去。活祭品之路，怎么会是活祭品之路？重打，我怕我不见得打得赢。希望他是那种宝物怪，不能重打的。不用重打，然后是你小子的。哎，这边刚刚不是有掉东西吗？没有吗？也蛮硬的，五下来。小鸟地图，大水到底是活祭品之物的哪个位置？不晓得是哪个位置、啊。啊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我好像知道了。我居然没有发现之前，后面那个斜坡上去就是活祭品之路引火的地方。
那我前面要走来这边吗？还是我要走来？可是门开不了。好像没有诶，我好像是没有走过这边。是一个变态强的武士。啊！得去回收我的灵魂才行。非常的硬，又非常的痛，这很夸张的威力。臂甲，你全身装满满，掉下来就丢一个臂甲，还可以用。佣兵对刀，法兰鱼镜，全有看我干的好事。另外，接下来拉杆很有用。隐藏道路，没有啊？为什么他们说有隐藏道路，我没有？像之前那样一打就开了隐藏道路，被他指这个方向。可是我没有满足某种特定的条件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过。上面感觉还有地方我去不了。这里可以走，没有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好了，我先往回走吧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不了总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